个世界是为难穷人的。你现在做生意，你说我马上要破产倒闭了，你去借钱，我告诉你，我保证你一毛借不到。但是你的生意做得特别红火，就有人跟你讲，哎呀，你需要钱嘛？越是你们家两个儿子，越是你们家在农村穷，越是给你要彩礼，越是让你盖房子，越是让你买车，越是他们家特别有钱，一个儿子看得出来的大的财富，对方越说你想给就给，不想给就拉倒，孩子们只要幸福就好。发现问题没？你越没有越要，越匮乏越争，你越有人家表现得越大方。所以赚钱和爱自己是你这一辈子一定要做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销售是普通人家逆天改命的捷径，不是之一，是唯一。因为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用来卖的，把商品卖出去叫销售，把项目卖出去叫招商，把公司卖出去叫融资上市，把你自己卖出去叫结婚，把你的教育观念卖出去叫培养小孩。有的人讲，我不是个卖货的，我是个农民工。你卖的是自己的体力，用血汗来换钱。我是个会计，我不是卖货的，你也是个卖货的，你卖的是你自己的技术。其实人人都是销售员，你都在用你所有的东西跟这个世界去交换。凡是你买不起豪车，买不起豪宅，买不起一切你想要的东西，只有一个点，你不会卖，你卖的少。所以任何一个人要学的第一项基本功就是会卖货，拼命的去卖货。我就跟我的女儿讲，我说你们的妈妈也不高大，也不威猛，也没有什么高颜值。我16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，我一路走过来，我在今天能够在上海、深圳、郑州，我给你们买9套房子，我能够生你们这3个孩子，我还把你们培养得好。妈妈在今天能开4家公司，只有一个点，卖东西卖出来的。我每天只做一件事，我告诉你，我睡觉在想着卖货，醒来在想着卖货，我接触任何一个人我都想，我把我的货卖给他，卖他，卖他，卖他。所以所有的亲爱的同学们，你们想要去改命，想要让自己实现财富自由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每天早晚24个小时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浑身每个毛孔，每一根眼睫毛都在想一件事，卖它，卖它，卖它。你的时间很有限呢，你算一算，你今天30岁、40岁，假如你干到60岁退休，只有20年，20年其实只有7000天，7000天再除完休息，逢年过节，你赚钱的时间只有几千天呢，每一天都要只争朝夕的去卖呀。在那个橱窗里边，也有赵安老师的20多个小时的全套的高效签单驱动力的销售干货，里边有很多的销售技巧、销售方法、销售案例、销售话术，你们598去拍一下自己听，回去之后慢慢学习，慢慢提升。